什么绿绿的？哈喽思源，老切尔的老飞宝宝。交作业学校的吗？都有都有，忘记交作业了。哈喽海珍，哈喽小薰，哈喽朱莉亚，晚安啊。哈喽走道呗，哈喽钟勋，哈喽雅露，晚上好小薰。忘记交作业了。哈喽杜，哈喽居思阳，要赶快去交作业，冲去交作业。这礼拜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公演吗？对啊，而且又迟到了，哥哥。嗯，我没有吃麦当劳。黑哥，爱上你，好听。黑哥晚安，还有静静，还有小猪耳朵。而且我忽然之间发现，我们是。如果有两个都有票的话，我们会是先在公演见，然后剪刀石头布见。哎，对，哎，对耶，没错，好厉害哦！德全，你竟然有发现？嘿，我刚刚找不到你，那你现在找到我了，健健。谢谢新鲜柠檬的擂茶 ，Hello Only。哈喽卡丘，哈喽新鲜柠檬，哈喽万神参吧万神，谢谢小风仔的新之怪，哈喽护宝宝，哈喽小贝贝，谢谢新鲜柠檬的擂茶，谢黑哥的指南针，哈喽我爱你，晚安呐、啊、小风仔，哈喽 Tomo， 你饼干先吃下去，边讲话边吃饼干会呛吧，好，小英晚安。因为英主的我有买到，猜拳的我也有抽到，谢谢小英帮我这，嗨，谢谢小风仔的新之冠。你看我被阿丽影响这样子，没有了，我刚刚忘记交作业了，赶快补交一下作业。还有恩影，今天又不能唱好运来了，对啊，我等一下被那个树宝宝还有飞宝宝出警，又该吃火龙，还有小龙，谢黑哥的指南针，参拜 ，Hello 公车明 ，Hello 杨雄 ，Hello 马哥，谢谢 Only 的星梦姻缘宝 ，Hello 正宫，我刚刚昨天忽然之间看到我16岁参加选美的比赛，对啊。16岁的时候，陈思小姐，谢谢小英的告白气球。哎，今天你们怎么那么坏？谢谢茱莉亚的花枝金串，谢谢 Only 的新之冠。谢谢小英，我一直掉下去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我今天吃多利多汁，我素颜吗？没有，我今天画很淡。Hello， 陈恩。可以吃好事多卖1300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谢谢小英的星梦姻缘棒。16岁那时候还嫩嫩的，我现在也嫩嫩的、啊。谢谢小英的星梦姻缘棒，我少女哦，我小心掉粉哦。100分。晚安柳晨 ，Hello Pad， 我们要比赛看谁可以发呆发最久。恭喜树宝宝 ，Hello 浪客503，怎么了飞宝宝？你的眼影橘成这样，说很淡，因为我今天画很淡呢，我今天只画一点点，是不是少女族？是不是小英？谢茱莉亚的星之冠。全熟了好吗？哪有啊，我现在是半熟。
我吃起司的。三种地瓜做的地瓜片，哦哦，我好像知道，很大一包的那个吗？嗯，这个羊皮，还有鸡胸酿，是多想好好爱你耶，很好听的这首歌。见柳城的星之冠，比赛发带一定是我赢啊！那你是陈思小姐第一名脊椎 ，Hello 带带谢柳城的星之冠，这叫一点点吗？对啊，杨雄。今天开学，我今天没有开学，我还没公司名。谢杨雄的星之冠，素颜我应该有看过，真假的？太素，可是我以前的皮肤比较好，我现在皮肤你知道变烂了。Hello 阿米 ，Hello 玉安 ，Hello 凤宝宝，我谢玉安的星梦一人棒。Hello Kevin， 半熟好吧，像温泉蛋一样吗？对。可甜可盐吗？是这样吗？我好像买错一朵了。Hello 原来宝，期待给神秘哦。老皮嫩肉换过头贴，嗯，没错，老皮嫩肉很好吃，我超喜欢吃老皮嫩肉。鸡蛋豆腐 ，Hello Jimmy，Hello 黄雨雪，难以消一的雷茶 ，Hello 蛋蛋 ，Hello 柳晨 ，Hello 凤宝宝，谁叫你每天化妆学化妆学学果果，我平常上学也不化妆的呢，但是。最近偷懒没有敷面膜，就皮肤变烂了。哦，你怎么吃那么好，金界大叔？哦，我很想吃呢，金界大叔。月柳城的星梦很棒，还有杨雄，永远爱女神姐姐，谢谢钢车迷，谢谢钢车迷，欢迎回来万神。Hello 浩毅 ，Hello 双双，我还是大学生啊，玉安。真的是烂有更新哦，粉丝团发言的时候，我有我看到了，你们每个都是场景组。我们班今天超刺激的，怎么了，凤宝宝 ？Hello 一晨 ，Hello 切尔登 ，Hello 飞宝宝，欢迎回来，谢万不是万神，谢谢史密斯的星梦一元棒。礼拜一没有课载的，来笑各位。什么是礼拜一没有课？我也没有课，礼拜一没有课载，放假载。谢谢米米，晚安啊！谢谢逸晨的指南针，谢谢逸晨的指南针。Hello 三多，大学生皮肤要好好保养。嗯，我们班今天有八个发烧了。真假凤宝宝，你在哪里啊？多一天暑假站站，可是我们也不是今天开学。谢谢飞宝宝的星之冠。大家为什么都那么早开学啊？没客气。Hello 胖，大学最希望就是礼拜一或礼拜五没课，真的真的，我希望一二三四五都不要有课。Hello VULCH，Hello 玉超。谢飞宝宝，我希望我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都不要有课，然后我就可以毕业了。谢谢南野秀一的星梦一人棒，安安透露江，应该是你就不能吃一点健康的东西，这蛮健康啊，气死哎 ！Hello 晶晶猪猪宝贝 ，Hello。那干脆不要上课了啊，然后就毕业嘛，好好哦，好想这样子哦。国立的好像比较晚开学，以前好像是六一八吧，六一八是六月十八吗？铁飞宝宝 ，Hello 志伟 ，Hello 神威 ，Hello 志祥 ，Hello 什么被开除？不要，今天当时不行，呸呸呸，干脆休学不行，脊椎不行。哦，九一八是不是？哦，九一八，九一八。都不要有课就休学了，不行不行。Hello Prince，Hello。嗯，要去买咸酥鸡吗？好想吃哦。等你毕业就会怀念学校了。可是我说真的，我其实蛮喜欢去上学的，因为我觉得上学很轻松，
Hello Jokerso， Hello 瑞笑笑，谢谢凤宝宝又帮我再加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凤宝宝。Hello 落日笑笑 ，Hello 卡拉，等你毕业你就会怀念上学时光了。是啦，可是我最近有点……不要不要，原来宝你乱说话不行，呸呸呸 ，Only 你才乱讲话，你呸呸呸，你 Only 你去敲木头，快点敲木头三下说呸呸呸，乱说。Hello 莫里斯。空空空，哎，原来宝你也去敲木头，你们不要乱讲哦，乱讲。真的震动会很累。谢谢神威的金之冠，吃零食却这般身材，我很认真练舞啊，亲亲猪猪宝贝。好，小玉儿的猫加油，上班加油。你今天的头发又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头发。子卓因为有工作关系才喜欢上学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老师人都很好，而且老师都很爱我，所以我觉得在学校真的很开心。我是老师的宝贝。Hello 浪客八五九，好久不见。Hello 小小五，姐姐问你哦，为什么直播表没有星期日？什么意思？直播表没有星期日？你说这次没有星期日的吗？谢谢四五一的星之冠。Hello 大虎哥 ，Hello 领领保护队。所以我不要当医学院哦，金姐大叔不行，我一定要准时毕业。一直吃零食看起来不会胖，羡慕啦。没有，我还是很认真练舞的。是因为大家礼拜天，这个礼拜天大家都没有要播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谢谢拉克四五一的星之冠。这次没有星期日，星期日应该是因为猜拳到，应该是，所以大家就那天就没有。全员都要去猜拳大会，对，而且要记得来我们的公演哦，这礼拜日是我们的哦，对，那我跟，我也想要我的分数到了不去上课，可是没有。哇 ，It's love， 等一下好不好？中村明，谢谢灵宝护队的星之冠 ，Hello 思源。礼拜天我去烤肉，不要太想我。什么？不要岩壁，原来宝你自己岩壁。叶林宝等，礼拜天大家都要去猜拳大会，猜拳有直播掉包了是什么意思？丢宝了是什么意思？这礼拜天 mini con 要播啥？播 mini con。猜拳我只会看，只会在直播上看哦。好。帮我加油哦！还以为手机当掉了，没有，应该是大家那天都没有播。Hello 小蛋糕，谢谢小蛋糕的星之冠。我现在还有很多学分吗？好像还好，好像就是剩一点点就可以了。Hello FTY 1009 ，Hello 神威，祖祖给你看旁边有一块岩石，又高又大，我把那个叫做岩壁，旁边有一块。什么是岩？哎、欸，你很烦哦，飞宝，你才岩壁哦，你才石头哦。Hello Chen， 猜拳大会我会在外面烤肉，有没有人要一起？真的假的？你们会在外面一起烤肉吗？一起烤肉，一起看直播。你们干脆约一约，一起去烤肉看直播啦。就是周董常说的那个什么爆了吧？哦。晚上好阿晨 ，Hello Kevin， 来看祖祖被秒杀，为什么被秒杀？树宝宝，猜拳大会加，哎，没有，我想说你被秒杀没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树宝宝没礼貌，没礼貌。祖祖猜拳会穿长颈鹿吗？不会，但我会穿飘，不行，我不能讲，差点讲出来，就是要给你们惊喜啊！星期日是你们公演，马上前往草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金阶大叔，什么意思？不能打出来，不能说出来。好，我知道。Hello Barry， 黑宝宝还笑嘞，真的是哦。Hello 明晶，你才石头嘞。啊，哎，新鲜女王为什么也偷笑我？是什么意思？德雪笑我哟。原来宝不行，没有秒杀的这种。变
变成34人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谢谢大家还愿意再续一个月，谢谢明晶的星之冠，我会来看仙女哦，谢谢，谢谢你跟我说怎么了，什么东西？主族猜拳不是直接放弃吗？就是还是努力啦。长颈鹿不漂亮吗？周寻，长颈鹿很漂亮啊。不是，我是差点说我要穿漂亮什么这样，然后我就说漂，差点讲出来我要穿的那个东西这样。那你要跟一家前辈借一点运气，一家前辈运气很好吗？差点爆雷。对呀、啊，哦哟，你们不可以套我话喽，不行，我不能讲出来我要穿什么。大家都不要去了，去吃烤肉看直播，100分，有惊喜有惊喜，真的跟大家讲有惊喜。浪客帮我脚，谢谢你帮分享直播间，边听你说话边修图，哈哈，好认真修图，认真修图，加油加油。Hello， 傅维，偷�偷跟竹说，我粉丝团剩3天，那怎么办？你有那个吗？去做阳光吗？暴雷王。没有，我刚没有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Hello Rock， 而且那个，我要顺便跟大家推销一下我自己，期待主族给我惊喜。好啊，好好好，我给你们惊喜名包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翻译什么叫惊喜？惊喜就是忽然之间的。一个开心这样子是这样吗？没有，图都乱修的，不要这样子啦，漂修漂亮啦。想做你弟弟，你的铁粉，你想做我的弟弟哦、喔？可是我弟弟宝贝只有一个呢，我只有我们家宝贝一个弟弟，其他人不行。可以当我宝贝，但是不能当我弟弟，我弟弟只有一个。Hello 洛克 ，Hello QQ 写859的医用口罩 ，Hello 董事长。发光 ，bling bling bling， 发光，大家一起发光光。Hello Happy Boy， 妹妹可以吗？妹妹可以，因为我没有妹妹。无聊的惊喜对我来说是无聊的惊喜对我来说就是最棒的惊喜。什么是无聊的惊喜？谢谢陈的星之冠，谢谢陈的星之冠。YouTube Music， 因为我已经收不到你的图了、我今天有事情，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推销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星期六呢，我会在中，应该是中校搜狗有一个百货秀。大家如果星期六没事的，没有要去看Bellflower 或者是看Daisy 的人，没有。看 Bellflower 的人，我现在好像不能讲，反正就是呢，我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反正就是呢，大家如果星期六没事的话，可以来看我哦。这长颈鹿好明显哦，你说我什么？我到底在说什么？好，当我的妹妹凤宝宝，这长颈鹿好明显，好明显什么？刚刚说的 S 是异地啦，异地不行，可以当宝贝睡衣的吗？好像是居家服。谢谢小蛋糕的荧光棒。Hello 小矮小号，你在哪里？中校松果。谢谢小蛋糕的荧光棒跟鲜花，谢谢你，恭喜小蛋糕中奖，恭喜小蛋糕又中奖。Hello 一晨。我说名字旁边这个长颈族的东西啦，什么意思？旁边这个长颈族好明显，哦，对不起，这个长颈族我看成原子族，这个长颈鹿。可以进场，一定要公布时间地点。可以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你们只要到中校，maybe 是9楼，我应该会发在我现实动态上，大家可以来看哦。我到时候会发这个啦。礼拜六没空哎，才不会去看你的呵呵臭圆奶吧？好吧，只拿东西给别人吃好了。好，我不能吃。Hello 翠翠，重点几点？2点跟3点各有一场，欢迎大家来哟。如果没有事的话，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呢，大家。
家有没有看到原主族的明清服装呢？礼拜六几点？两点跟三点，我知道是哪一场了。对 ，Hello 四季，足足好多活动，谢谢黎明保护队。忠孝搜狗九楼是，我还不太确定，境界大叔应该是忠孝搜狗九楼，我礼拜三确定跟大家讲好不好？也不能拿东西给你吃吧，不能给成员吃食物。对对对，没空就是没空，好吧，小白兔。明清。明初啦，明什么清？明初的照片只能看，不能拍打卫视。对啊 ，Hello 金店大叔，以为食物都不用给他，在眼前飘过就好了。是啊，等你确定再说。好，应该没错，应该是中秋收购酒楼。可是，应该是中秋收购酒楼。明初的服装，不是明清的服装，明初的服装。明初号如哥哥，所以我只能拿给别人吃了。下点的话 ，Daisy 看完可以赶。你说三点的那个吗？有点赶，但是还是安全为主，好不好？明初的服装啊，明初啊，玲玲宝物的明初，明初。Hello 黑哥 ，Hello 阿米，要去的朋友帮我在祖祖面前烤肉给他看哦。哦哟。下午三点 mini 控结束还来得及，真的吗 ？Hello 米娜的强纳森叔叔，但一定要让他看到，但吃不到，好坏哦，史密斯你好坏哦，所以去了当作没有这个人，好坏哦。祖祖分明是反，哎，没有好不好？没有反清复明好不好？我们是明初的服装。有跟海岩这边有，我有跟那个经纪人姐姐问过，经纪人姐姐说可以讲。我是 Della 叮当，但是要先确定大家都有选好票了，我才跟大家说。但我知道我走得很踏实，走得很踏实。小小鸟，这样连照片都给不到了耶。你可以给依林的经纪人，这样也许。可以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可以吧？我也不确定。你给依林的经纪人，然后我问一下，好烟的姐姐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可以拿到了。反清复明100分 ，Hello 飞宝宝 ，Hello 妈呦云人 ，Hello 妈呦云人 ，Hello 田中，现在在说什么？我在工商我自己。明初是后，明初不是明初哦，是明初哦。祖祖是天地会总拓主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天地会总拓主？睡衣展不太适合，等改天车展再吃给他看。好坏啊，直接超坏，直接超坏。谢谢晴晴的心之怪，飞不到。寻寻觅觅，温暖的怀抱。谢谢晴晴的啊，谢晴晴的星梦圆梦，恭喜中奖！你贴纸在打什么？罐罐就是星之罐罐。谢谢玲玲保护队的告白气球，谢谢玲玲保护队。太难了，要给最大的经纪人吗？要，应该要，可能张妈去了，可是我不确定张妈会不会去，我不确定，去给其他人牛奶糖，而且强调不能给祖祖吃，好坏哦，真的太坏了，祖祖不要硬拉上去了，我超怕你喉咙爆掉的，哎，干嘛这样？也许我唱得上去啊，你的全。Hello 豪哥，刚刚那高一飙，我晚餐差点吃出来。哎，如哥哥，谢谢小蛋糕的工具箱，谢谢豪哥的告白气球。这个破音的，好像狗被压到尾巴，好过分哦，都很差。原来是民国初年的部分，我还以为是元末明初呢，不是，是明初哦。谢柳橙的花枝精粹，谢谢玲玲宝，对不对？张妈会先去新竹厂，然后再赶回台北厂。哦，那应该会来。我正在集阳光家族跟女神姐姐的粉丝团，好，谢谢公车迷。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情，大家要 pick 我那个明初的服装，然后还有
还有我想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就帮我按分享那个照片，或者是到时候照片到的时候帮我拍照上传 IG， 帮我分享一下，也许哪一天突然之间有谁看到了，就觉得我很适合明初这个角色，然后也许我就可以演戏了，呵呵。这是我的妄想，所以大家愿意帮我吗？耶，好期待哦！你不用强调这，但是讲不清楚明初，还是讲不清楚明初还是明初，是明初啊！我买五份就好，缺足的，我的心。睡衣秀就不能在下面吃咸酥鸡了。行政大叔真的是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什么瞎掰什么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觉得不愿意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 IG 边缘没有人，不行，帮我分享，快点。明珠这个角色什么样的角色啊？也许就是可能在明初时期，maybe 是一个不确定呢，我适合什么角色？可以不要吗？谢谢树宝宝，我是新主管，他的船长。我会准备鸡排、蒸奶、烤肉，在下面看着主持。好难过哦，怎么讲 ？Hello 蛋黄哥 ，Hello 阿哲。先讲一下，明初是19几几年？19-21吗？新知识分子的部分吗？明初的长颈鹿。晚安，船长。居家福台下观众都专门闹走秀人员，是这样子吗？大福哥是这样子吗？要我说，祖祖很适合漂亮村姑的角色。我怕我怕我诠释不了哎。如果可以，应该可以吧。我怕我的身高，他们直接村姑就不让我上了。通常是不会让我上，他们要矮一点的女生。我通常就是比较坏一点的角色，这样子是太高了的部分。明初1900年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民国都建立9年了，真的啊？什么意思？可是中秋节不是还没到吗？为什么那么早烤肉？因为他们要给我香我。不就是蓝色水玲珑吗？来，直接演起来！蓝色水玲珑，什么蜘蛛网？红色蜘蛛网，红色什么什么？蓝色蜘蛛网，蓝色蜘蛛网啊！骑士村姑矮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是他们找的，通常找的演村姑的人都比较矮，看起来比较乖一点，然后可爱一点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永远都可能看起来不乖这样子。对啊，上海什么上海歌厅的歌手好像有点适合，可是我没有那个成熟的那个韵味，就是我还不够那个成熟的韵味，所以应该有点难。Hello Min， 本宝宝提醒我，1900是大清吗？我不知道哎。祖祖以前有看过蓝色水玲珑吗？有，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。Daisy 跟萨库拉吗？谢谢一旦的心之冠，谢谢耶，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比较矮的人，你可以推荐 TP 的一家前辈跟晨晨给公测。你不要小看晨晨，我们现在最矮的是我们家章鱼宝贝。蓝色水玲珑类戏剧，对，蓝色蜘蛛网跟蓝色水玲珑，那红色是什么？祖祖是在 diss 人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是真的，我真的太高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演村姑这个角色，我是说真的。今天到10点半哦，如哥哥，飞宝的是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我是真的很高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太漂亮，看起来太聪明了，不适合村姑这样子。可以当路人大学生哈，我想要可以讲台词的有吗？蓝色祖祖网，哎，可以，蓝色祖祖网。DS 代言是什么？搜狗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八月堂哦。红色女人花是有红色吗？没有红色吗 ？Hello， 雨过天晴，对，10点半，推荐祖祖一首代表上海的歌《夜上海》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听《夜上海》。蓝色祖祖网，祖祖网哦。Hello， 雨过天晴，
怎么了，飞跑？为何？一定是觉得我太聪明了，对不对？我去忙一下，回哈瑞哥哥加油。等一下回来哦，赶快去忙。太高承认，漂亮就也承认，聪明的部分也好像承认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原来吧，很开心。后两天就拿到四单了，真的吗？后两天是出来吧？有这么快可以拿到吗？蓝色祖祖网感觉很巧，感觉很麦当劳好吃，很高可以接受，其他不好说。第一首 What is Love， 第二首夜上海，谢谢公车迷。好久没有看到祖祖了，真的，雨过天晴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雨过天晴，想你。你要醒了没？四单还没出，我知道啊。十七号呢？现在几号？四五六七三天，是直接小朋友你又买车喽 ？Hello， 公车迷，已经订购了，会去握祖祖。Yes， 谢谢托鲁家。Hello， 公车迷，好久不见。你说公那个雨过天晴，好久不见吗？公车迷，你是不是买错呢？十七号才出来呢。蓝色祖祖网一定是吵架腔的一部喜剧，真的哦，一定很腔，应该是有点像什么什么什么好笑的那种，又好笑又吵的片，有什么又好笑又吵的片，可能走那个周星驰前辈的部分这样子吗？真的很累耶，周星驰前辈的那个很难耶，我觉得很难，我觉得超难的。类似电影大头兵，什么是大头兵？四单出了啦，还没吧？十七号才出吗？整部就是边吃边呛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一定是一个跟吃有关的电影。我在这边默默明白，谢谢凤宝宝。好了，没事，飞宝，没事，飞宝。Hello， 金门草莓奖，九月十七号发行。对，没错，九月十七号四单发行。猪酱母汤吗？为什么小英？为什么母汤？100分。Hello 六五八，你好呀，六五八。Hello 泡芙大叔。Hello， 啊，空巴哇是什么？空巴哇是早安吗？哦，嗨哟，我在吗？是早安，是吗？还是可以哦，嗨哟。九月十七号好日子，这礼拜四等待发行。对啊，等发行，好期待，我也好期待哦。再让我过一阵子，再哈哈 哈是什么意思？阿哲。哦，晚安呐、啊！哦，空巴哇是晚安哦，那是对的啊，空巴哇现在是空巴哇呢。我是说礼拜四去拿都不听好，可是是三天后哦，要记得买啦，哪次不买的？很棒，原来宝 ，Hello 浪客859，嗨悠悠，哎呦呦，等一下哦，嗨悠悠，哎呦呦，大家要帮。分享哦，分享我的明初服装。荷包君又要加入病房了，糟糕，怎么办？赶快15号，或者说，通常是5号、15号要让荷包出院。过一阵子再买四单哦，好，那过一阵子再买阿哲。哎呀，记得哦，在可以买握手券的时候要买哦，然后要赶快填哦，然后要填原祖祖哦，你要来看我哦。Hello， 浪客859，谢谢你的擂茶。飞宝宝为什么笑 ？Hello， 易凯，荷包君撑住啊，撑住。没关系，我的小朋友也离家出走了，怎么办？这样不行啦！地球君是不是也不见了？好，一定要记得帮祖祖分享明初的服装。哦哟，零零宝物豆串念错，零宝物对哦，怎么办？但还是要买啊，那就等荷包出院了再买。你觉得怎么样的权？Hello， 落日一下下，停卡组，落日一下下100分，又不知道你是哪一天，我考虑一下。每天回家喷一喷，玩。
不行，你那天要排休，不管。Hello， 黄杰，我记得有一次 CC 走居家服，允宁在台下使用螺旋丸，真的假的？我先看特别盘长什么样子。什么是特别盘？什么是特别盘？升血也让我再拖延两天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阿哲要记得啊，先帮我分享好吗？阿哲帮我分享美美照，可以吗？会啦，会填我 yes 的圈。谢谢柳晨的100分。Hello 笨猫，谢谢落日一笑笑的明星梦应援棒。Hello 切耳洞，来不及了，已经下定了。什么意思？来不及了的圈？我抱我来跟我聊天，宝贝们。特别盘可以抽合照，抽什么合照？跟我们的合照吗？真的假的？是我们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我都没有在认真看呢。官网卖的特别盘，我好像没有特别看到它里面有什么。恭喜大福哥，我的魔法小卡惨败，什么魔法小卡的全。谢谢大福哥的大声说爱我。合照卷没有握手卷，里面只有合照卷没有握手卷，真的假的？恭喜大福哥长大了，切来网路版，这样子修图比较方便。好，切耳，不是切耳朵，好，索隆，对不起，索隆。Hello， 锦恩，谢谢大福哥的星梦愿棒。总不可能是跟黄秘书吧？也许是跟哪个 staff 姐姐呢？不跟我们合照，难不成跟 staff 姐姐合照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全？买特别盘可以不用填祖祖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跟我合照？我不是又高又漂亮吗？为什么不跟我合照？合照不是买了就有，还得用抽选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来这里的人一定可以抽到，你相不相信？今天有来祖祖直播间的人都一定会抽到，赶快去买。握不到，为什么我不住在台北？没事，凤宝宝，如果之后我们有，你在哪里？我如果有那个活动的时候，我赶快跟你说。会被我们骂吧？被你们骂什么？的全，谢谢柳晨。你说如果跟 Steph 姐姐，好怪哟，的全跟 Steph 姐姐拍照怎么了？ Hello 佑星， Hello 老豆芽，17号就要发你，还不知道自己专辑资讯要记。我有看，好吧，我只看了第一行跟最后一行，时间跟价钱。哼，我价钱好像也记不住，怎么办？住台南要去握手会，要坐高铁。其实 ，Hello 素葡萄，我去抽小慧。合照，我听成口罩。你说我们的口罩吗？哎，我很期待我们有没有要出联名口罩呢？跟那个短发的收银姐姐，谁？黄秘书吗？没抽到怎么办？握手会不握祖祖？哎，不行啊！你可以坐高铁。祖祖，对不起，现在才来，今天工作辛苦了，又辛。没事没事，你赶快写完东西，书包收了吗？陈祖祖吉言，希望能中，加油的全。晚安，我住台南超远的，如果我有台南的，我们有台南的活动的话，我们再跟你说，凤宝宝。Hello， 切耳朵，欢迎回来。人家写什么？人家写，人家文轩写那么辛苦，给我认真看。是脊椎，好的。原来你不知道有合照，那就不用抽了。不行，不行，陶瓦哥，我知道了，我今天知道了。你连合照都不知道，不知道填了祖祖，到时候真的抽到，但是出来不是祖祖怎么办？为什么不是祖祖？托路长。没关系，你们抽看。要不要握祖祖呢？要，阿哲要。Hello， 小竹蛋芊芊，联名口罩感觉一个要500元起。你说联名口罩一个要500块吗？长，医用口罩还是长戴型的口罩 ？Hello， 小玉儿的阿北 ，Hello R 六，公车迷药。今天知道完了，我知道。百货的话是签唱会，是不是？那百货有握手会吗？好像没有。Hello， 飞鸿要握祖祖哦，一定要记得填祖祖哦。然后大家记得17号发行哦。然后可以的话帮祖祖分享一下明初的服装哦。
明初哦，不是明清哦，是明初。谢谢小竹炭芊芊，谢谢芊芊宝宝帮我分享直播间。联名的口罩套我会买单，不要再下 flag 了。我是也是希望啊，德全，我也希望有。Hello， 小薰，请问口罩厂商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合作的？我要发起这个，请问厂商有没有人要？不是长颈鹿的口罩吗？你说一个人代表一个动物吗？那我们家阿丽是什么？今天才知道令人觉得害怕，我有认真看，我真的有认真看。谢谢小新的爱的抱抱，谢谢芊芊宝宝的真情告白。第一天而已就写到恼羞成怒的作文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作文真的要好好写。你看像我现在的国文造诣这么烂，就是小时候国文就是作文没有好好写才会这样。我说你们 AKB 联名的口罩套还是医用口罩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说我想要啦，我还没有索隆。Hello， 切尔东，我只是把你们俩念出。可是来台南要在南区才可以，我住南区，应该在台南附近，你车到得了，应该你妈妈会让你出门吧，可以吗？谢谢芊芊宝宝的心之冠。如果有我个人组的买零个，Lori 笑笑很过分呢，好要。祖祖的口罩拜托才预购制的，我要1000个。Yes， 脊椎好，很好，我确定有1000个了。Hello， 切尔东，跟作文没有关系，跟脑袋有关系。我以为，好吧，那应该就是了。我也第1000个 ，Yes， 浪客859，我现在有2000个了，很好，应该还可以，应该可以去。口罩厂商现在有2000个，请问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合作的啊？会让我出门呐、啊？对啊，可以啦，凤宝宝要不要？拜拜就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你知道我之前写作文我是可以有很高分的，但是我也有写过很低分。飞宝零 ，OK， 我现在2000+00。买1000个，拿900个去乌梅剧院发不出去，就代表完蛋，祖祖完蛋了。边缘族的部分 ，Hello 花生糖，我不信你的作文，我写得很好，我是写跟我爷爷有关的作文啦、啊，因为就是写亲情的作文都写得不错，写那种论述的作文就是被骂。可能70分勉强及格这样子，人家都80、90分哦。那时候刚好我70几的时候，我都很难过。你 IG 的文都很随便，什么？我那很认真呢，飞宝，什么叫我 IG 的文都很随便？你再去认真看一次，你就会看到我里面的用心，飞宝宝，快点！你现在那几，我是现在几篇文章了？全部今天全部重新看一次，我看一下我现在几篇文章了。个人档案，今天原主族634篇文章，你全部通通认真再去看一次。我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心，你知道我每一篇文章在发出去之前都要1个小时想我的文章要写什么。真的，你643篇文章，你从下面滑开始往上滑去看，飞宝宝去看，最低3几分，最高5几分，我好像几乎都是4。过三，论述就三，我都写跟女神有关的作文，可以。还好我都没有认真看，索隆认真去看，你也去跟我去认真罚索隆去看我634篇文章，去每一篇通通好好去看清楚，我非常认真打的字。明初呢，少女，我看起来好乖，赶快去 pick 起来吧。你看我是不是写的超好？我觉得我打的都比你认真，我也很认真，费宝宝。你看柳晨给我掌声鼓励鼓励，柳晨的意思就是说我打得很好。姐姐跟我一样都是死火山，我从来没有拿过5积分呢。我当然是从上面滑，全部滑完，643篇文章全部看清楚，怎么可以随便？怎么可以对女士说随便呢？你看桃花哥啦，你看桃花哥，说他说飞宝，他们在嘴巴上，女生不要认真。Hello， 贾鲁特好。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严乃宝的疑问是什么意思？根据我国语写下来的经验，
施压起来，对，全部人都去看643篇文章的我所有的打字都是非常的用心。这个时候会说修图比较实际，虽然昨天已经修完了。你最爱的姐之一谁？谁？好多个、哦，谁？是安琪姐还是我喜欢踏青，好喜欢这件 Jordan 哦。你看，我就这样子。对啊 ，Jordan 就会看到这篇文章，对不对？也许他觉得我照片拍得不错，会找我合作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索隆是谁啊？什么叫同在电视台过的姐姐？伟宁姐姐哦，是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先去洗澡。赞，好。那不看的呢？要怎么办？什么叫不看的呢？陈。什么？你说你不看吗？没关系，你心里知道我很用心，那就够了。今天这篇文章可能3几分吧，3几分 OK 了啦。如果你是随便写一写的，3几分也是蛮厉害的。我也从来没有5几分，跟姐姐一样。对啊，我这是写的那个作文，老师都很不爱呢。抱雪莉梅那张字有什么意义？什么叫抱雪莉梅？抱什么？我报了什么？谁是雪莉梅？我刚刚卡了，没听到。伟霆姐姐吗？那什么？袁乃宝是去洗澡是不是？好，袁乃宝赶快去。祖祖，请收下这张卡，洗澡卡，没问题。洛瑞小小，快去洗澡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，我都有卡，很棒，陈，很好。卡了，卡了，现在嘞，正常了吗？现在呢？现在呢？是蛮随便的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都有看。137周以前的，谁？137周是多久啊 ？Hello， 糯米米米。Hello， 米米，晚上好呀。米米，米米好可爱哦。姐姐突然想到，你有看到我 po 我们班男生？有，我看到了，他在干嘛？好好笑。Hello， 切尔东 ，Luca 祖祖女神发的贴文我都会关注哦。谢谢公车迷，我最认真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谁谁现在刷我贴文赞，很棒。是谁？收了那么多，终于可以换我给别人了。你说洗澡卡吗？你现在说要发一张洗澡卡给我是不是？那赶快去洗，赶快去洗。谢谢859的 love love， 你收到谁的洗澡卡？洛瑞笑笑。谢浪客859，反正不是我，我啦。什么？你什么？你说你要去洗澡吗？原来吧，赶快去洗啊！赶快去洗啦！比伟霆姐姐更高的，完蛋！我现在脑子里面想不起那个姐姐的名字。不知道你在说谁 ？IG 是 Maggie 嘛，对不对？赶快查一下叫什么。对不起啊，姐，我忘了你的名字啊，姐。Maggie。我看到了，不是，他是不是 Maggie？ 是妈妈啦啦，思雅姐是吗？我会怀念你的刘海，你会怀念你的刘海吗？其实我一直很想剪刘海，可是那个时候要定发型的时候，我有还那时候还有就是其他的工作，然后其他工作是不可以剪刘海，然后我就问姐姐，姐姐说没关系，后面还可以改，我就想说哦，那我后面再改好，然后就后来姐姐就跟我说要等一年后才可以改，我就一直到现在都长刘海了，谢谢思远的心之冠，然后姐姐现在就一直说你到底要不要剪刘海，我说我不想剪，我想剪，姐姐说你快点去剪刘海。就学他，可是我说，可是他们说还是不能剪，因为要等到时候可以剪的时候才可以剪。就学妹、学姐、同学各种洗澡卡 ，Lori 笑笑，洗，原来把洗，赶快去洗。我妈妈说我很会写作文，很会掰作文，作文本来都是用掰的，是吗？那是粉丝专业 IG 粉，那是粉丝专事 IG 不是？哦哦哦哦哦哦！粉专是，但是 IG 不是。
Hello， 金界大叔。对啦，妈妈啦啦啦。为什么飞宝宝要笑我？笑死，变一年后。对呀、啊，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嗯，原来之后可以改是一年后啊，感觉剪了也不错。可是现在又有在考虑要不要剪刘海，是因为我怕到时候就是公演，你知道爆汗，我的那个刘海会这样啪贴在我的额头上。我是说我去洗你贴纹哦，是你呀、啊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，原来宝。Hello 四季 ，Hello 于轩 ，Hello 志祥 ，Hello 马哥 ，Hello 万神，先去洗澡，好，耀星赶快去。Hello 汉，晚上好 ，Hello 马哥，晚上好呀 ，Hello 塔瓦哥。马哥，你有没有要考虑？你有没有考虑你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做那个、啊、大众占卜啊？这样子的话还可以特宣传你们的那个、欸。你们的那个占卜教室，要不要？因为我最近看到好多网络上有大众占卜呢。Hello 唐瓦哥 ，Hello 黑哥，我早就洗完了。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去洗澡，两分钟就洗好了，原来宝？还是你是在更之前就说了？你可以把刘海立起来，你说这样吗？100分，鸡罐头。刘海贴住才强，对，我就是怕就是啪，你知道就流汗，跳舞流汗啪，然后贴住，你知道就会尴尬，刘海贴住就会，对啊，缩小，什么缩小 ？Hello， 发生什么事？他是开玩笑，你说贴住吗？还是什么？可是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，你们觉得要剪刘海吗？我想要问你们的建议。好，出去到处浪，等等不回来，不行，等等要回来。能要回来哦，要回来，你们都要回来，不可以这样。我们家慧慧没有播了，怎么那么快就没有播了？慧慧结束了。慧慧没播了吗？把刘海剪爆，真的吗？剪是不是？不要剪，剪。那我等等去刷我贴文仔，谢谢凤宝宝。谢花生什么事的心之冠，剪不剪？现在两票不剪，然后几票剪？看一下哦，剪一一一二，两票剪，两票不剪。顺便把长发剪掉，我也有点想要剪。我那时候有问那个，我问大家，问那个我的宝贝们。然后他们，我就给他们看一个这样子这么短的头发，他们就说好像有些人就说好像蛮好看的，然后有些人说不确定，感觉好像怪怪的。现在发生什么事的心之冠，没差，觉得祖祖怎么样都漂亮，谢谢德全。还是你想要有钢铁刘海？钢铁刘海有点难呢，他9:30要开会哦，所以他关掉了。他7到9回来哦。对不起，我吃饱了，单两个锅，不然记矿班金界大叔。我有什么？我有开啊，我在 YouTube 开直播频道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的那个直播平台叫什么、啊，马哥？晚上好 ，Hello 公车迷 ，Hello 海鸥，剪三票剪，不剪不要剪刘海，还是不要剪长度？三票剪，三票不剪，剪成秃额头吗？什么是秃额头？你说这样子吗？还是这样子？是吗？不准偷看，剪四票剪，三票不剪，剪光，剪小慧头吗？我应该不会剪到小慧头这么短。就是如果我谢谢汉的心之冠，如果我剪了刘海，我的长度应该就不会变太多，可能就是这里。可是如果我剪了下面的话，我这边可能就会变成长刘海，就一样照常变成漂亮的这样。谢谢飞宝宝，恭喜中奖。恭喜中奖，恭喜中奖，现在发生什么事的星梦一元吧，恭喜又中奖了。 Hello 铅笔，恭喜中奖了，剪不剪都可以。那我应该剪吗？现在是三票剪还是四票剪，三票不剪，对不对？谢谢飞宝宝的星梦一元吧，谢谢黑哥的星梦一元吧，我差点说黑哥的黑哥。谢谢859的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恭喜飞宝宝中奖！恭喜恭喜飞宝宝又中奖！
恭喜飞宝宝还是中奖，恭喜飞宝宝中大奖。Hello， 新鲜柠檬，女生，我觉得你这样好看，如果热短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太短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减加一吗？还是什么？谢谢新鲜柠檬的新之冠，谢谢新鲜柠檬，不然跟阿丽一样啊，阿丽很长哎、欸。陈潇的铁刘海超猛，就算倒立也不会垮掉，好强哦。Stop， 什么 Stop？ 都是讲哦，不剪，4:4，刘海4:4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只有for刘海哦，不是长度，就是刘海决定我，就是刘海决定我的长度到底要不要剪。谢谢谢谢新鲜柠檬的指南针，谢谢859的指南针，谢谢你们。点一首海草哦，对，我要来点歌了。刚刚上一首是什么来着？第一首是什么？第一首是 What is love? What is love? 然后第二首是夜上海，第三首是海草。那就剪一次，剪到位，俏丽短发，真的吗？俏丽短发吗？觉得怕怕的，我会怕这样子。俏丽短发太难了啦，可能就是中长吧，就是这样。我之前有一个给他们看一个照片的中长。谢谢饭团的新之冠 ，Hello 新鲜柠檬，我认为可以尝试看看啦，刘海的部分，你说剪一点点刘海吗？好，我来想想好了。我劝你是三思哦，你说长度要三思，长度要三思。谢谢饭团的心之感，长度要三思，但是刘海可以，是不是？等等再来修 IG 马吉907的照片，马吉是谁？短发会不会被骂？应该不。哦，我不确定哦，好像有可能没有办法短发哦。好言姐姐可能不会说什么，我可能会被依琳姐姐骂，被依琳经纪人骂，原则中你给我乱剪短发。谢谢饭团的新之冠，伤心是什么？伤心吗？原来吧，不要剪太短，我好像不能剪哎、欸，忽然间发现，我以为我可以剪，就发现我好像不能剪哎、欸，我好像还是不能剪。谢谢饭团的新之冠，对，100分。我好像不能剪，不然的话我的那个 model 卡又要被换卡了，不行，我会被骂。不然就剪我老婆新垣结衣的头发长度好，很好看耶、欸、我就是觉得蛮好看的、啊、这首听完再听 What is love， 你说爱的魔法吗还是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听 What is love。浪一个嗨祖祖 ，Hello 熊威，欢迎去浪啊，不是啦，不可以，刚下播开了4小时，在数字有台。那 YT 你有吗 ？YT 感觉也可以录点影片。IG 马吉哦，你说我家宝宝的吗 ？Hello 六个音，晚晚的。小英，谢谢小英的星之光号浪客数一。Hello， 浪客数一，什么怎么了，柳晨 ？Hello， 喵讲哦 ，no 大罗北 ，Hello 大罗北，你好。有经纪约，都还是问一下公司比较好。对啊，我应该会被限制。我差点说被克制，不是被限制。Hello， 船长，偷偷修一点，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可是我不是要偷偷修一点，我要修很多点。哈，站姿也已经确定不行了。谢谢小英的星之冠。今天有点女神的爱歌，你说 What is love 吗 ？Twice 的歌，我的爱，真的吗？粪宝宝，有个奇907。他为什么是有个七？他是婉婉 ，Hello， you want the lead？ 婉婉，
在呢？现在呢？我睡了，大家有睡吗？八八八八八八，拍手手。Ready， 顺了吗？顺了吗？阿哲还要用大 W 哦，你是大 W 吗？顺了，讲来讲去就是不能剪短发，对，当机。Hello， 默默无闻了吗？对，好了，顺了，好 ，OK。我在 YT 的频道是玛雅塔罗工作坊，好啊。有机会去看一下。What is love？好啊，我也去看看。好，工作名去看看。No，What is love？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，多贤，多贤真的超可爱的。那下一首歌是《夜上海》，夜上海是这个吗？夜上海 ，Hello， 冯甲人是蔡琴前辈的歌吗？还是是蔡琴前辈的歌，还是周璇的歌？还是周璇是不是？赵薇是谁的？真的耶，是谁的？月圆花好，红豆。我想来点林东方的半筋半肉牛肉面。半筋半肉牛肉面，我好想吃牛肉面哦。这首是长相思吗？谢谢浪客四五一的星梦一元棒。Hello， 新野人。突然有一种以后夜上海会变成定番，好可怕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下一首是海茶哈，谢谢啊，蔡琴的吗？蔡琴的是不是？蔡琴的 ，Hello C H I H，Hello 烧肉 Jack，Hello 小杰，我也好想穿那个、哦、那种夜上海风格的那种貂皮大衣配旗袍，梳一个90年代发，这样。我有没有很适合90年代法？你们看，有没有很适合？想象，快点！嘿，拜托不要让夜上海成定番，为什么？生平，嘿，嘿。生活都为了嘿，衣食住行。你比较适合现在的头发，拜托不要让夜上海，把特效关掉看看，好啊。等一下哦。等我一下哦。怎么样，我适合吗？适不适合？不适合？为什么不适合？柳晨 ，Hello 树宝宝，好看，不要再迟到了哦。好的。看夜上海，结果是扮男角的部分，大妈头零点哦，我以为你要说大妈头零分，不行吗 ？Hello 哲宇，这发型适合有刘海哦，你说那种片刘海的那种吗？雨瑞11787317，今晚9:45公演。
好，如果我这时候关了吗？9:45还没，加油哦！希望比赛100分。如果放刘海，然后刚刚那个嘞？如果放刘海，然后刚刚那个嘞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把刘海放下来吗？你说这样。这样。那不行啊，要这样子，要夹这样。怎么样？头发太长，这样，怎么样？适合吗？有没有很搭？有吗？谢谢渔翁得利的星梦远棒，适合这样又比较好看哦，又比较好看是不是？不对，我发现你没有刘海，所以要用夹的。要用夹的，我才会有刘海。我们要来海草了，像一个海草，随风飘摇。Hello， 如哥哥，对不起，傻。我说你看，我看起来很傻吗？有好看哦，所以其实我也是蛮适合有刘海的，我觉得蛮适合的。像一个海草，随风飘摇。海草，欢迎回来。大家现在是跑去浪了吗？那趁大家浪的时候偷吃一下饼干。啊，刚刚去煎牛排，为什么那么好有牛排可以煎？偷想偷想。嘿，如梦啊。猜我喝什么？为什么哔哩哔哩菠萝锅六成 ？Hello， 鸡丝呀。我不服输。Hello， 阿平。Hello， 耶。好好吃哦。我赶快把它吃完。紫竹和饮料真的好可爱，真的吗？说为什么点？你认真说服啊！它有85%，我吃的也不错吗？你那个来哦，真的、哦，那也不可以喝哦。不然会不舒服。超聪明妹，以为刚刚怎么了？没有，在偷吃，趁你们在忙的时候。嗯，很好吃。你家饼干完全没有犹豫耶，应该要犹豫吗？你说为什么要犹豫？这为什么？随风飘摇，海草，浪花里舞蹈。我开声音用听的，声音忽然间安静了，是不是？第一天那个来最痛，真的，你要小心耶，凤宝宝。会胖啊，没关系，就吃吧。Hello， 威宝宝。当然要犹豫啊，高热量呢。好嘛，我犹豫一下。这样。
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，真的哦，我也觉得耶。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猪猪吃到整个头发塞进去。猫咪，猫咪会这样呢？海草。哎，有人跟我一样是猫咪舌头吗？就是没有办法吃烫的东西，会胖哪吃煮煮不胖的，煮煮很瘦，刚才以为在喊煮煮版的 mix， 茫茫啊 ，Hello 是呀 ，Ricky， 忍者联盟 ，Hello 忍者联盟，女神来祭金界大叔狂，金界大叔有来啊，阿哲一直笑我哦，而且。哎，好酷哦！这阿哲，你都用大 W 笑哎，你是大笑的意思吗？哇，如哥哥也是猫舌头，凤宝宝也是猫舌头，飞宝200分，还差还差。猫舌头加一，真的大家都是猫舌头哎。猪比我胖，没有，我是老猫舌头，所以不太吃火锅太烫。可是不是啊？不对，这个不是猫舌头，也是可以吃火锅的，把它放凉就行了。所以我很依赖火锅的盘子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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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煮煮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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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煮煮。是雪糕，是刨冰，双重奏 mix， 我的双重享受。我们来听他说好了，我有点到吗？我点到凉凉了耶，对不起。那我们来听凉凉吧。猫舌头加一，原来宝也是猫舌头。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刚车迷他偷跑机狂，可他刚不是说他去浪了吗？有个朋友超级不怕烫，又吃很快，然后胃就出问题了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 ？Hello 领带兄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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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祖祖还在吵，好吵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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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祖祖还在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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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是这样吗？我上次舌头烫到擦口内膏，可他们说擦口内膏好像其实没有消炎的，反正是嘴破，就是他们说如果嘴巴破掉的话，好像擦那个是没有用的，然后要擦就是一种消炎的舌头的那种才有用，然后他们说口内膏只是有点像 OK 绷这样子。领带兄，你的浪怪怪的，怎么了，小英？因为太烫，对食道跟胃都不好，所以是有点像食道跟胃灼伤这样子吗？好痛哦，好痛哦！但是我是猫舌头，所以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吃太烫的东西。嘴破就看煮煮就好了啊，你说消炎吗？消炎就好了吗？火气大，直接降火这样，是吗？是我有这样子的疗效是不是？对 ，Hello， 我爱你，晚上好呀 ，Hello， 云眼。如哥哥没错，看女神就好了，真的吗 ？Hello， Kaiser，Hello， 红毅。Hello， 古早古早味 ，Hello， 红毅 ，Hello， Kevin。他现在改版，我现在有点不习惯了。情节难了，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撩你不要这么认真。好，好，五哥哥，晚上好，古早古早味，看煮煮就好了。对，治白病。Hello， 杨公公，火气大，嘴破，舌头破，都是看你好的。哇，我真的是100分，有没有什么？我是灵芝吗？我是灵芝宝宝，灵芝宝宝，灵芝宝宝可以治百病。Hello， Google， 灵芝宝宝 is me， 九是我。Hello， 公车，不是公车。Hello， 杨公公，刚刚整理完书包了。很大啊，又心是什么？又心去洗澡了，对不对？祖祖神医，我是特效药，没错。
反正不能认真，反正也不能认真。为什么不能认真？他说特效药。你说我们不能认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现在开始要假装没有很认真。开始现在，谢谢 Only 帮我分享直播间，谢谢 Only。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翩翩芳菲如水流，衡量一年一生花。谢谢贝贝的小粉丝来，通通通 ，Hello 毛脸，雨瑞吃完只有五口的牛排，为什么只有五口？你是很大口的。很久没戴的眼镜，假装好像很聪明。两两三生三世恍然如梦。Hello， 莫林斯。风干泪痕。若是回忆不能再想。还是胖丁特效最适合姐姐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胖丁。凤宝宝说胖丁最适合我，那我就来胖丁。又见树下一盏风村。搬家真的会很累，每次搬家都好累。Hello 四五一 ，Hello 张勋，明初那套看起来很聪明。我本来就很聪明啊，戴眼镜整个年纪就小了，真的吗？大家好，我今年13岁，好像也没有到13岁。大家好，我今年15岁，我今天是高中生妹妹。我今年刚升高一是几岁啊？14、13、14、15。我今年15岁，刚升高一。重点是那三只猫，哪三只猫？小英，哪里有三只猫？哪里有三只猫？小英那里有三只猫。Hello Lucky Boy， 先不要。15岁那一片啊，15或16对不对？15或16刚好是那个这个诈骗。大家好，我是袁阿祖。对不起，我不太会擦口红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子。我15岁。Hello， 神威你好，我是15岁小萌新。大家请多多指教。警察叔叔，这里有人诈欺，谁？太过分了，女神会撩我。明明就很熟练，我今天第一次化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16岁都被说像国中，长得太没关系。我现在15岁，被人家说看起来像35岁。不太会撩，不是应该画到脸颊？不太会擦，不是应该画到脸颊吗？那可能3岁吧。本校严禁化妆，去给我卸妆。我素颜。教官，我素颜。45岁，谁45岁不准偷看？什么意思不准偷看？为什么是45岁？女神化妆素颜好看，我是素颜，我没有化妆哦。警察叔叔，这里有人在炸虾，好吃。谁炸虾？熟练的留级高中生，谁留级了？谁？主，你化妆是自己学的吗？我没有化妆，小英，化妆会被教官抓。化妆是自己学的啊，这一开始的时候是竹妈教，然后竹妈教一教之后，大家都说我化妆看起来很老，然后我就开始网络上看，然后学，以后就开始有习惯在网络上看影片学。竹竹，我认真，高一不是这样，你要再中二一点。大家那个，大家好，
这样子吗？这样子，这样子有中二？怎么中二？这样看起来粉很厚，一定有吧？谁啊？谁粉那么厚 ？Hello， 淡定告白教徒，看起来这个粉没有没有没有，为什么卷舌啦？什么卷舌？是说十五岁？我是十五岁。不敢走下去，我小萌新，悲伤无法上演，反正看不懂演哪出哈，是装嫩不是中二，谁装嫩了？谁？你跟我说，谁装嫩？我是真的很嫩。念稿子的时候，班上女同学化妆会被抓，教官直接叫她当场卸妆，她直接哭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学校不会，我们学校都照化，不然就是直接溯源来学校，然后在学校化。高中要发一些表达什么根本不懂要表达什么的文啊 ，like 什么啊，什么了脊椎我啊，什么谁什么，谁？这礼拜六可以试新相机了。礼拜六，对，可以，你可以试新相机了。廷哥，你要去哪里？突然觉得这样看起来好像十八岁，真的吗？真的很嫩，你把我家妮妮放哪？他蛮成熟的，其实我本来想说妮妮也很嫩啊，但是他好像蛮成熟的。什么 ？Like 失恋文、庄文、亲文啊，天空犹如我心。乌云密布，阴阴霾霾，这样子吗？还要写诗？那我这样写的有吗？尘缘渐送，跟你那里哦，好，上你好，听歌好，跟我大理，跟我的中校搜狗，不确定是不是中校搜狗，还不确定。为什么我的头发刚刚本来很漂亮，现在塌了？为什么又塌了？为什么我的头发一直塌掉？不行，我要把它夹起来。我不要看起来像秃头。我每次头发塌掉就像秃头。我要剪头发。我想剪头发。我要被逼疯了。挖炭可以剪头发。羡慕新相机，真的。Hello 太极，我也想要有新相机，不知道在哪里吗？不太确定。你是不是在玩头发？高额妹，我就高额妹。我跟你讲，聪明的妹妹都是高额头。再一次，重夹一下。借不到的三寸余光，那天堂是噔噔噔噔。晚点查一下地图，有人让我去草感。有人让我草主的票，我怕找你赶不回乌梅。我3:30左右应该会结束。好烦哦，你们这样子会害哦哟！我跟你讲可以脊椎，我跟你讲可以。祖祖的头发哪那么美？为什么要剪？因为我觉得很定的。你不是本来就没事吗？本来就没事，对我没事。头发往前拨，大家可以心安了。为什么？跟阿丽结伴剪头发，走，结伴剪头发。听，聪明的部分有待商榷，不用有待商榷。Hello， 地狱奇迹 ，Hello 汉。女生不要剪太短，你不要哦，确定吗？确定。3:30应该没办法了，也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祖祖很坑，我确定，但是聪明可能要问一下其他人。害你怎样？讲完啦、啊？没有，可以啦，反正可以啦。Hello 小金鱼，3:30那慢慢来，可以啦，来得及啦，脸都被盖住，所以心安了。不行，我们要露出我们的硬糖，要走硬糖运。晚安，小精灵。脸，妮妮比我小一岁，感觉她很成熟。我长得很屁，看我头贴，我有看到你的头贴，宝贝。你的那个，但其实我觉得你也是成熟的妹妹呢。恭喜飞宝宝中奖！恭喜飞宝宝中奖！好，我会注意我的电力。
三点半是什么？三点半是开始还是结束？结束。三点开始，三点半就结束了。两点开始，两点半就结束了。不会屁啦，很好看，真的。去吃晚餐噜，好，黑哥赶快去吃。你怎么那么晚还没吃啊，黑哥？这样不行，下次要早一点吃，对身体不好。头贴很好看，不会劈，没错。Daisy 两点半结束，赶在三点前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。这里，谢谢哦，恭喜郑东中奖，飞宝宝恭喜中奖，恭喜。Daisy 有点来不及 ，Daisy 可能不太确定 ，Daisy 不太确定。但是我是两点一场，三点一场，他们刚刚说好像两点那场会来不及。对，刚刚是谁说两点那个会来不及？终于知道为什么祖祖对刘海这么油，有看到二年前祖祖的刘的照片了。真的吗？是好看还是不好看？你就一直帮头发，一直帮头发往后，最后就变成地中海。不行，恭喜飞宝宝中奖。那张照片真的很微妙，哪一张？哦，你说没上吗 ？Hello， 阿贵仔，谢谢振东棒片，谢谢振东的星梦一元棒。Hello， 阿贵仔，很久没有见送了。为什么很久没有见送？三点有一场，对，我是两点一场，三点一场的秀。大家可以来看我走秀，女生比之前更漂亮，谢谢高清明，欢迎回来飞宝宝。应该没办法，我等二十号早上好了。好啊，你二十号早上而已吗？你不是还有下午吗？你没有下午了吗？我记得你有标记我下午啊，是你吗？还是玉安？还是陈？我忘记了，可恶，好想去。没关系啦，有机会，会有机会的吧。忘记啦，等那个服装秀忘记都会有机会。中午会看，中午吗？中午会看到我一次，下午会看到我一次。以前会希望成员可以看到我，后来觉得。德某一五零，外形，真假的，无与伦比。我的风格，你的风景，为风格来场壮游 ，like 和。对不起，妈咪。我没有发现自身安全。好，怎么了？另外你要分开。哦。以前会希望成员看到我，后来觉得这样不到一秒而已，无所谓了。想给想拍照录影的人过去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见送吗？不行，你来脊椎，我要看见你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刚家里大门忘记关。2018年秋冬新秀联合服装秀，那几张照片有刘海，好微妙。真的吗？新冬装，冬装，新冬秋冬新装，哪一个啊 ？Hello， 北原神推，谢北原神推的星之冠。竹马仙女草哦，不是，我忘记关门了，哦，被骂了。晚安，北原，我被骂了，真的活该被骂。大门忘记关，我妈一进来就想，你大门没关。其实如果。英祖没有票吼，哪有可能为了看你上车跑去台北搜狗见？那你可以啊？什么意思？可以啊，不是啊，台北搜狗、中山搜狗可以在站在那边啦、啊。座位可能会没有，座位好像是 VIP 的，但可以站着看秀，很快，半个小时之内会结束，站着看。的天空要开演唱会了，看到祖祖开心，真的吗？地狱奇迹，期待见到我哦，我也期待见到大家。我现在有点紧张了。Hello， 东东，对，我大门没关，我就被骂了，害我吓一大跳。Hello， Spinny， 他说二十号不在，所以搜狗见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吗？
不知道怎么说，可能因为主厨现在 style 习惯，有刘海，整体造型就很微妙，就很可爱啊。这样就20号早上见啦，好，听歌。我也没有英主的票哈，英主的票有啦，赞，100分，有奶宝。啊，那费宝宝没有吗？费宝宝是不是没有关系？费宝宝感觉是直播救了竹竹，要不然竹妈应该当场大骂。不会，他应该也是原子竹，一定要原子竹。大门又没有关，因为我好像有一次在家里睡觉，然后因为我太累了，我就回家睡觉，然后我妈就冲进我房间，原子竹很大声，然后我就惊醒，然后想说怎么了？谢谢零防护队的苗栗，然后我说怎么了？为什么忽然之间？谢谢零防护队的台中，然后我妈就说你在睡觉，那你大门没有给我关，你开始走，什么没有？我只有猜拳没有啊？哦，真的吗？所以你有音组的 ，yes， 看到我成长吧，大家。对啊 ，Hello 太极。不是替店家站牌而已，不是就是有一个服装秀，应该我在猜应该是秋冬新品吧，睡衣展还有 VIP， 这是什么活动啊？就是百货秀，重点不是半小时结束啊，是来不及到啊。啊哦，好吧，好吧。笑死，不过小心啦，下次小心，这样很危险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在睡梦中被竹妈大叫，原子竹，怎么了 ？Hello， 泡芙大叔，姐姐是在哪里看过我同学？对啊 ，IG， 要不要请我看门？帮我确定门有没有关好吗 ？Hello， 凤宝宝，然后我就被竹妈骂。但是有时候也会蛮呛的，因为我们有两个门，一个木门，一个铁门，然后我都会关木门，但铁门就会忘记关。啊？你家门口缺站哨的吗？是，应该是也是不用了，原奶宝。妈妈，原子竹，竹什么事？没事，只是想很想起来，没有啦。毛良谁会这样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因为我们都有错。反正能忍算下时间，最后打算坐计程车来回。是，要是真的很赶，就等下一次活动。好啊，脊椎。好。Hello， 三多 ，Hello， 小易。比较牢固的不关会被。比较牢固的不关关会被踹坏的，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柳头，你说比较牢固的铁门没有关的话会被踹坏的门是不是？对 ，Hello， 思源，对我太粗心了，柳橙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你写袁凤宝，我一看就看到啊，我家凤宝贝，刚去换头贴回来了，好 ，Hello， 浪客451。我今天再来挑战一次大火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办法唱。我今天用耳机唱好了，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唱上去。Hello， 南野秀一，大家要听我唱歌吗？快点，大家听我唱歌。嗷嗷嗷，思源。为什么我的耳机打结？当我好，帮祖祖找个阅读班，怎么了？不行，没有，我是正音班，我改成凤宝惹。好，你改成凤宝宝。看我夜上海开场吧，你说现在唱吗？夜上海刚刚放了，我等一下再放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听我唱，先来听我唱大火，来咯，好听的歌哦。主阅读能力以前展场到底怎么看小卡的？我好像不用看小卡，嘿嘿。哦，谢谢大家让我谢谢我也红包抽起来。我现在阳光到底多少了？好，大家等一下要抽红包哦。心上很像场大火，怕心烧焦难以复活，不碰了，好像忘了，却在脑海住着。他在一个
不自觉就会退缩，也克制着，觉得什么都会变得平静到最后，脸也透着冷漠。再要离近一点吗，飞宝宝？会爆音，不准关。好东西要一起分享，没错。Hello Leo， 我选错时间进来了，灵宝物队不准走。Hello 索隆 ，Hello 松，你好，不准留下来听我飙高音，快点。我就不相信远传那一张长串宣传文，你可以讲得很神顺。我先关静音，不准。沉重的壳，脊椎开最大声。有些伤痕像场大火，怕心烧焦难以复活。不碰了，好像忘了。思源突然吓到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吓到，害我被我爸打，你就死定了。脊椎爸爸，不要打脊椎哦。草莓风爸爸，把手手拿下来，手手拿下来。超爆，我已经听不到竹竹说什么了，不行，先不要，我住公寓好啦。最后，好啦，没有啦，我不唱了啦，大家没事了。干嘛吓到？很好听啊，我有点唱不上去，我今天还是唱不上去。像场大火，怕心烧焦难以复活。想要忘了，好，我不唱。阳光炽热，猪猪不要气馁。好 ，Hello， 看浪听海，我们来听海。你在爆音，我就关静音。我没有爆音啊。换歌 ，Go Go Go， 听海听海，我们来听海。Hello， 阿哲，谢谢啊！抢红包，恭喜原来宝手气王！哎，谢谢大家回馈哦。Hello， 俊颖 ，Hello， 太极。有些伤痕，香肠大火，香肠大，100分，香肠大火。期待阳光炽热而来的时刻，大家都有抢到吗？大家是不是有？好了，我来设置一下好了，无条件可以抽红包。谢谢玲玲保护队的苗栗演的高雄，谢谢你。谢谢如哥哥的指南针，谢谢花生什么事的玫瑰，谢谢阿哥仔的玫瑰啊，谢谢大家的玫瑰。写信告诉我今天。是什么颜色？有些伤痕想唱，你说伤痕吗 ？Hello， 林小六，谢谢的拳。再爆音，我就不能干嘛？对，听海，我以为耳朵海，不是听海。谢谢阿凤宝宝帮我分享直播间 ，Love you。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听过大火现场超猛，真的、哦，我也想听听看。Hello， 小猪耳朵，感觉很厉害耶。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？却又不靠近，来喽！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可是泪水成为重宝。原来宝，听海哭的声音，
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，被祈到天明。借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。Hello， 瑶 ，Hello， 本王麻子，欢迎凤宝宝回来。原来宝，谢谢原来宝，感谢鼓励鼓励，我真的很棒，还强。恭喜小粉丝，恭喜恭喜大家，恭喜恭喜哟、哦！恭喜有抽到的所有宝宝们 ，Hello 杨公公 ，Hello 雅晚安呐 ，Hello Onl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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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车迷晚安呐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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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网络异常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子给我们家毛粮？怎么这样子？希望你下一包会抽到，吓到什么原来包？什么事情？没事，奥利。Hello， 太极，看一下我心头贴今天拍的照片。嗯，漂亮。突然大叫，哦，对不起，塔瓦哥，被你的墙吓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忘记了。真的吗？唱的不错哦。哎，祖祖跟祖祖，你说什么啊？忘了静音。哎。没礼貌，阿哲没礼貌。祖祖为什么戴着耳机？这样唱歌比较好听，听说的。来哦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就连泪水也不相信。新月广场门口开了一家藏寿司。新月广场在宜兰吗？美丽宝哦，你妈妈阿哲，微妙哎，你是说你是笑我唱歌要用耳机吗？美丽宝，对，谢谢瑶的全力声援，你不要再用手机碰麦克风了，会爆音。好，对不起，有吗？还是要看人吧。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我撑不上去。这刚刚整个卡爆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就是你吵死了，我的喇叭音量键离我很远，不要一直爆哦。好，五十秒，大家手手准备。很好听，麦克风其实我有点吓到，真的吗？原本没有静音的少数粉丝都快要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干嘛这样？新月广场，新月广场，超傻分不清在哪里？新月广场，新月桥广场。两个是不一样的吗 ？Hello， 建安，是怎样的心情？我们来听个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，你们都不了解我唱这个爆音十秒钟，手手准备，都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你们真的不明白，我痴心绝对啊，我痴心绝对。你们都不懂我的心。Hello， 建安，那个是候车亭，去年改建竣工吗？爱我一点。恭喜晴晴手气王。不会。祖祖知道寂寞边界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听过哎、欸。寂寞边界是什么 ？Hello， 未谋这样子 ，QQ，Hello QQ， 我的头好痛，我决定去找中不正。哎、欸，我不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中不正的抱枕吗？还是长颈鹿好一点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。何必推我的防备，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谢谢一晨爱祖祖 ，Hello 柳晨，那个桥很漂亮，那个桥。Hello 一晨 ，Hello 飞宝宝。的那一天，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宝宝哭哭，但宝宝不说。你们都不明白，感觉祖祖现在的情况比较适合唱《寂寞边界》，不过不知道还是算了。我们等一下来听《寂寞边界》，玲玲保护队。
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你们都不了解，不明白我心啊，真是太伤心了，唱歌给你们听啊，音量给我开到最大，宝贝们。新月桥很漂亮，跟细致的一样，真的吗？你完美毁了这首歌。哎，如哥哥，我的爱只是愚昧。Only 阿呀，你们为什么都笑我？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歌曲破坏王圆珠珠，40秒，手手准备。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。就是太明白了，才要你离远一点哦。太明白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婷婷，爱祖祖。Hello， 公主够了，转成静音了。哎 ，Only， 你不说当然不明白，我说，我音量最大，很棒，凤宝。不想爱的太多，痴心绝对。落地地雷，为你做任何改善。手准备8秒。我的爱坚决。谢谢 Only 的星梦应援棒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恭喜花生傻马是手气王。麦爱哦爱祖祖，不过还是要有点距离。16还不错，16还不错。我好像有人现在还看得到吗？我好像18吧。虽然不能阻止你，但我可以逃避。毛两个回来，抓到你的小尾巴喽！快点回来。的那一天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为什么红包无法领取啊？宕机，他应该是宕机。我26，哎，好强哦！梁哥问某旷课，你说他要跑掉是不是？李圣杰，好，我们来听《寂寞边界》。我是真的没有听过《寂寞边界》，《寂寞边界》是谁的歌啊？为你落地一滴泪，为你做任何改变，欲望不会因为我的爱坚决。寂寞边界，嘿，《寂寞边界》，Come on。好了，不是这首歌哦，《寂寞边界》是张栋梁的歌哦，真的哦。现在1268而已，没关系，我等你00保护队，我们慢慢集。我抽到了，我应该快抽到了，应该是《寂寞边界》。对不起。暖暖嘛，等一下听暖暖嘛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陪我，也陪我。啊，我们等一下来听他一定很爱你哦。不要好了，我们来听，我们来听个什么歌好呢？这是什么玄子是什么？沿海地带出卖。那我们等一下来听个至少还有你好了。我现在121，没关系，思源，我们慢慢集。言行书是打篮球，他是谁啊？张栋梁是马来西亚东马人，真的、哦，我超喜欢张栋梁的，小时候。为什么要给我打叉叉索隆？20秒，手手准备。我听过，进黑夜，我有听过，谢谢451帮我分享直播间，我有听过这首歌哎。Hello 疯子 ，Hello 上 ，Hello 上，好久不见，好啊，至少还有你抽，谁是手气王啊？杨雄手气王，哦，人是祭祀杨手气王，哦，你们两个都一样，手气王宝宝们。至少还有你送给女神。之前有一个很大的阳光包，但我点进去，网络异常啊！怎么这样子？为什么？欢迎回来，小蛋糕 ，Hello， 欢迎回来 ，Kevin，Hello， 欢迎回来 ，Google， 我又不能领了。哎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一直网络异常？25哦？为什么？怎么只有25啊？
欢迎回来，落日里小小最后一包，大家准备哦。塔瓦哥也，塔瓦哥，塔瓦哥为什么要捂耳朵？为什么生气？为什么鼻孔喷气？为什么哭哭脸？为什么头爆炸了？为什么眼睛打叉叉了？欢迎回来，凤宝宝，我重新进来看可不可以比较好？比较好那个。我怎么说？猪猪一百分，谢谢乐瑞笑笑。哦，真的、哦、有点像原住民，是不是？耳机党赞赞，重新进来，是说墙又被吓到了吗 ？Hello A H O A H O 怎么念呢、啊？啊，这样吗？中不中要490，我要买吗？不要，我要长颈鹿比较可爱。Hello 点 ，Hello Jack，Hello 班长 ，Hello 健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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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久没有听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了，我们来听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好了。长颈鹿很贵哦，真的假的？谢谢健佑把我分享直播间 ，Thank you。谢谢领民保护队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领民保护队。今天买到 RAV 4模型，那是什么 ？Hello， 薛定谔的音准。晚安，对，晚安呐、啊，健佑。长颈鹿很贵，我看到115公分的嘎抓抱枕，嘎抓是什么？蟑螂还是蜘蛛？跟阿良一样喜欢买模型吗？Hello Han，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姐妹，她非常非常喜欢看阿良，然后每次她吃饭，她在跟我吃饭的时候，她都要看阿良，都很生气，我都跟她说。Baby 啊，你别看了好吗？然后后来他说好，然后之后就看我们这一家，我可爱的小宝贝啊，蜘蛛是喇牙哦，蜘蛛是喇牙，嘎抓是蟑螂，嗯，恭喜恭喜为毛这样子手气王，好可怕哦，那我不想要，我不想要蟑螂娃娃，对我的伪装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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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 C O K O I 追踪，谢谢 Lee 追踪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追踪，谢谢大家。我生日还有、我生日还跟阿良同一天，3月3号哦，真的假的？不要害女神，还好是祖祖，不然卢卡就吓哭了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会被吓哭？你说蟑螂吗？终于可以领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他最小的有90公分，但是不要，我不要蟑螂，好恶心哦。你如果说你们这一家也不要看的话，下次他就看蜡笔小新了。他好像不会看蜡笔，他会看什么？他下次会看那个犯人就是你，那个是什么？对啊，女儿节，阿良，对阿良，他每次都在我旁边说阿良生日3月3号，哎，3月3号，哎，我就说哦 ，baby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但是真的我，但是我蛮少看到女生会喜欢看两金刊集的耶，还是其实很潮哦，柯南啦，对，柯南。我在看长颈鹿啦，长颈鹿，我吗？名侦探柯南哦，柯南，消灭他，消灭谁 ？Hello， 艾瑞克，卢卡不怕蟑螂吧？卢卡我不知道哎，卢卡怕吗 ？Hello， 沙优 ，Hello， 树宝宝，大家晚安呐、啊，欢迎回来，新鲜柠檬。你说的是死神小学生吗？死神小学生那又是什么 ？Hello， 九蛋，那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，柯南。啊，柯南，他不是柯南吗？嗨嗨，九蛋，晚安呐、啊。让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。不过我生日运气，
运气什么？运气蛮不错的，不像他那么倒霉。哦，两金看吉生日很倒霉，是不是？他比较怕壁虎，送他壁虎。我都看无敌铁金刚、科学小飞侠，我也喜欢看科学小飞侠，但我没有看无敌铁金刚。祖祖有没有度数的眼镜啊？有啊，可是会反光。这个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一个数一个地的那个是什么字啊？什么什么？这字怎么念？你的名字怎么念？我不想放手。谢谢三幺帮我上直播间。壁虎打死壁虎，不要打死啦！壁虎不是会吃蚊子吗？累了，但你再也不回头。凤宝宝。超想把壁虎打死，一直啾啾啾，就壁虎会叫哦。Hello， 艾瑞克，你好呀。你的名字跟传说对决的一个角色很像，叫艾瑞，艾瑞什么？艾瑞娜，艾瑞什么？好像哦。哇，阿哲，好困难的文字哦。对啊，好难哦。两金生日，全世界就他最倒霉，好可怜哦。Hello 夜空，有人会这两个字吗？我再标记他一次好了。他又要理我的意思吗？还是他走掉了？宝贝啊，你有没有要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宝贝 ，Hello 夜空 ，Baby， 以后就叫你鼠鼠，不会念。壁虎的叫声就是啾啾啾哦，真假的？我不知道壁虎会叫，壁虎会啾啾啾的叫哦，好可怕哦，怎么那么可怕？啾啾啾，啾啾啾，我没有听过呀，啾啾啾。我们来听个什么？我的未来不是梦，认真的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，哦，我们来听张雨生的歌好了，看一下张雨生有什么歌。我爱的雨生哥哥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，浊水溪以南才会叫。为什么浊水溪以南的壁虎才会叫？为什么？祖祖，你以后也可以直接叫我宝贝。好的，笑笑宝贝。135公分长颈鹿要950块，好贵哦。怎么那么贵的娃娃？什么娃娃这么贵？135公分多大？三十六，很大只欸，很大只欸，太大只了吧，135公分。对，我不知道壁虎会叫呢。我家的壁虎都不见了，原本有三只，为什么？是放养的那种，是你养的还是野生？很常听到壁虎叫，那个叫声其实蛮可爱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竟然没有听过，我等一下赶快上网查。Hello， 人好舞，播到45分吗？40分，讨价还价。Mini 康要请壁虎来唱啾啾啾，啾啾啾。祖祖的比例尺怪怪，30公分不是这样吗？啊，这样是100是不是？啊，这样是100吗？啊，这样子是什么？这样对啊，这样是30啊，30、30、60、90这样。恭喜小蛋糕中奖！考虑了怎么寄是个问题。不能迷你康直接给姐姐吗？南北壁虎看起来很像，但其实品种不一样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欸，等一下，艾瑞克，你等我好不好？我上网查一下那个传说对决的那个角色叫什么。爱愁，传说对决。爱，所有流过的泪，艾瑞，他就叫艾瑞，他就叫艾瑞，而且他长得很漂亮哦。你有没有考虑以后就叫艾瑞？你以后就是艾瑞了，你是我们的坦克，你30直接跳90啊！我讲错，野生的只是开大门就自己冲进来了啊？怎么不见了？南部的品种才会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 ？Hello Vivian 梦，要送人吗？我知道那个叫艾瑞，但是跟他没关系哦，跟他没关系哦。
南部壁虎都说台语的啊，好厉害哦，比我还强。三十哪有那么短？三十啊，这样不是三十吗？不是说一个尺的大小吗？我的手不是跟尺长度一样长吗？三十、六十、九十，大概这样。不得不说，竹竹这个眼镜100分，直接减零吗？北部的壁虎都是眼没礼貌，中勋不知道是不是死掉了，还是他走了？这里没有东西吃了，就是蚊子吃完了，去别的地方吃。Hello 人好。大海能够换我的哀愁，就让带走每条河流，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。你的什么桨会抓壁虎，好厉害哦，什么意思？ Hello 切尔东，你只要想半个竹竹高就好了，137。哎，对，它大概跟我的腿一样高，哎，好大只哦，好像还不错。什么马少女偶像？你说干嘛跟少女偶像谈壁虎吗？是不是？这样很好玩啊，艾瑞。坦克上路顾一下哦。你只想要好、哦、对，很高，真的很高。Hello 玉米 Yumi KK， Hello KK。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请全部带走。Hello 妹，也有110公分的，跟腿一样长，好像差不多，好大只哦。那110公分的多少？原来宝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原来宝要遮眼睛？怎么了 ，Only？ 原来宝说了什么让你害羞？原来宝，你看、啊、你让我们家 Only 害羞，你干嘛？你干嘛让 Only 害羞？你说了什么？你说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充满星点点，幸运。650。哎，好像有比较便宜一点点哦。你平均下来1公分是多少？看哪一个比较便宜。你用130，你刚说100多少？噔噔噔噔噔噔，你用135除以950，跟650块除以110，哪一个比较便宜？欢迎回来，晴晴，干嘛用你？我不知道。Hello， 凤宝宝，就你啊，就是你。随便了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哦哦，因为你说 Only 说嘘，为什么 Only 说了什么 ？Only 说了什么？要送人吗？哦嘘，信任你，信你的。想要问竹竹队长，敢问竹竹队长的身高是不是到长颈鹿的膝盖？我不知道哎，长颈鹿膝盖多高啊 ？Hello， 橘子冰，好久不见，140公分，大概到竹竹的胸口，30公分，好像是哎。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更重要。Hello， 毛亮 ，Hello， 橘子冰，还有黄粉蓝，它有黄粉蓝，当然是黄或蓝啊，我才不要粉红色长颈鹿嘞，哟。红色长颈鹿好恶心。Hello 毛娘 ，Hello 史密斯 ，Hello 豪哥。回忆里满足的旋律，长颈鹿的膝盖不是竹竹的膝盖吗？哦，是我的膝盖吗 ？Hello 阿贵仔 ，Hello 太极。完全信任你，哎，兄弟，我刚好要准备念榜哎。哦，他念什么？念什么？橘丝是不是？哦。谢谢索隆，他叫橘丝姐姐。那我153到我哪里？你到我应该到我这边，手背了一半的好，在胸膛。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Hello 胡蒙，安安柳城，女生45在念，我差不多要念榜了啦，不行，我要念榜。
把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也希望变。哎，我宝贝来了，那我用青青，我用青青来当念榜歌。第十五名逸晨，嘟噜嘟。第十四名新鲜柠檬，嘟噜嘟。第十三名小竹炭芊芊宝宝，嘟噜嘟。第十二名茱莉亚吗？对，茱莉亚，嘟噜嘟。第十一名黑哥，嘟噜嘟。第十名柳晨，嘟噜嘟。第九名小薰，嘟噜嘟。第八名瑶，嘟噜嘟。第七名晴晴，嘟噜嘟。第六名豪哥，嘟噜嘟。第五名小印，嘟噜嘟。第四名小蛋糕，嘟噜嘟。以上拍手手。第三名大富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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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名玲玲保护队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第一名飞宝宝，嘟嘟嘟嘟嘟。好的，在最后再让我工商文一下下吧。工商，谢谢豪哥，谢谢阿瑶瑶的玫瑰，谢谢阿瑶瑶，久不见，阿瑶瑶欢迎回来 ，Kevin。是吗？总是甜蜜与心碎。网络上搜寻到的是索隆，决定明天去买增高鞋垫。为什么豪哥？为什么啦，豪哥？嘟嘟嘟，最后再工商文一下哦，大家记得要帮我要 pick 祖祖的明初服装哦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好看。真的非常漂亮哦，然后要记得帮祖祖分享明初的服装，然后让奶不确定会让谁看到，然后分享出去，也许你们的好朋友看到祖祖穿明初的服装就爱上祖祖了，对不对？帮祖祖宣传了，分享 at 我，喝的是什么意思？阿里宝宝 pig 猪猪猪怎么了？说了怎么了，索隆？好的 ，Hello 文轩，好久不见 ，Hello 文轩，好答错，好的，买了，棒撒哟，棒，一百分。后天也是八点，对，后天也是晚上八点，然后再工商文一下，大家期待公演见哦，公演也要努力的帮我们喊call哦，我们会加油的，我有点紧张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剪刀石头布，大家要记得哦。然后祖祖会穿得很美哦，虽然不能跟你们说我穿什么，但是呢，我穿得很美。姐姐有看到我 po 文标你吗，猪猪？工商祖祖不知道合照，不是。然后我在工商最后一个17号，我们的第四张单曲《乌吼吼》就要发行喽。然后有那个哦，有合照哦，大家要填祖祖，不然或者是填阿丽哦，好吗？萨库拉，晴晴，玲玲保护队，欢迎回来，我要跟大家说拜拜喽。好，我要说拜拜，阿里 baby 跟大家说拜拜，快点，后天去拿单曲，好，很棒，要记得填祖祖哦，可爱，要记得填阿里哦，如果可以就祖祖跟阿里跟齐慧都填一个哦，那如果再可以的话就我们的傻库拉宝贝们都填一个啊，如果再可以的话你就把我们全部的成员都填一下，这样子，拜拜，新鲜柠檬。好的，顺便点祖祖，谢谢玲玲宝盒子，我偏偏要填小慧跟祖祖。好的，飞宝，谢谢唐瓦哥的100分。晚安，一晨晚安，原来宝晚安，天卡竹，因为卡竹做，谢谢刚车迷。Hello， 加油，拜拜，刚车迷，拜拜，毛亮，拜拜，阿丽晚安，阿丽 baby， 沙友跟你说拜拜，晚安，凤宝宝晚安，田小慧跟祖祖，谢谢洛瑞一笑笑，100分。本完妹子拜拜，晚安，两晨晚安，毛莲晚安，俊怡晚安，元奶宝晚安，阿里宝贝晚安，小白兔晚安。没抽到毁光碟，不要毁光碟。没有抽到的话呢，就来这里跟祖祖聊天，或者跟其他人聊天，然后我给你呼呼，好不好？萨利亚，萨利亚吗？吃起来。晚安杨哥哥，晚安451，晚安洛瑞笑笑，晚安鸡丝羊，谢谢今天帮我续粉丝团的宝贝们，谢谢你们愿意为了我去抽阳光，爱你们哦，杨哥哥晚安。
好，要记得买四单哦，一层一层晚安，晚安晚安晚安凤宝宝，晚安灵异保护队，晚安小蛋糕，晚安正东，我可以专心用照片了。对，索隆晚安，艾瑞坦克晚安，拜拜，晚安塔瓦哥坦克拜拜，我们的坦克最凯瑞了，艾瑞克，艾瑞克晚安，俊英晚安。艾瑞克要记得追踪我哦。一晨晚安，毛莲晚安，沙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高志明晚安，如哥哥晚安，我都有讲到哈，飞宝宝晚安，还有谁？黑哥晚安，还有谁？还有谁还没讲到？还有谁没讲？朱里安还在吗？朱里安晚安哦，马哥晚安哦，万神不知道在不在？万神晚安，欧尼晚安，公车晚安，史密斯不知道在不在？史密斯晚安，原来宝拜拜。小白兔拜拜哦，小白兔忘记讲了哦，花生什么事还在吗？晚安拜拜，胡蒙拜拜，祖祖不加看一个小时吗？没有，可能礼拜三吧，看礼拜三好不好？今天早上比较累，所以因为我今天早上有去看那个看中医调身体，所以就比较累一点。晚安毛良，晚安博弈，大家晚安哦，拜拜。博弈晚安，对不起这么晚刚好要关了，博弈晚安，礼拜三晚上八点再见好不好？好，灵异保护队晚安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哦，拜拜。晚安胡蒙拜拜，晚安你新鲜柠檬沙油拜拜，公车皮拜拜，原来宝拜拜，宝宝妹子哦，宝宝妹子拜拜，一晨晚安拜拜拜拜，新来的朋友们晚安。